要说中国众多菜系之中，粤菜与川菜最为贴近庶民生活，里面许多是家常小菜，家家户户都能在餐桌上看见，只是尝起来略有不同。一丈红这间餐厅的店主人便是用这样的理念在经营他的馆子，不使用味精，水质也是经过多道手续的过滤，总是挑选最优质的食材，就像在照顾家人一般，让客人们吃到最好的家常川菜。要是想和朋友小酌几杯，欢迎来这里点盘香辣虾，下饭又下酒，与热情好客的老板闲谈，享受一晚的酒酣耳热，最后尽兴而归。